滞留锋面发威，豪雨除了造成土石流危害之外，也造成了大塞车。晚间的最新消息，国道高速公路局表示，国道三号南下46公里处，也就是原先的树林收费站，因为雨势过大，排水不及，加上大型车辆挤压，造成了路面坍陷，长约30公尺，占据了两个车道，因此车速缓慢，车流回堵了大约20公里左右。目前损坏的区段已经在抢修当中。